嗨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要来炸敌柜，炸敌柜啊，祭敌柜。今天是除夕夜，要来祭敌柜。好的，还有人还不会祭敌柜的人，可以看一下这个节目哦。虽然很简单，可是。这是什么粉啊？这有面粉加水，还有加水，面粉加水加鸡蛋打一打，然后打成这样子的面粉面糊就对了。对对对，这个饱饱的就好了。对啦，不沾太多那个粉哦，太厚了。啊油嘞？哦油是小火是不是？用小火，用小火，不要太厚。我切的好像比较厚了一点，不要太厚，太厚了，要里面要炸这个软呐、对，它外面不要焦掉这样子，里面要软，外面不能焦，所以火不能太大哦。对对，这个是过年的时候甜点，一定要准备的甜点是不是？对。除夕夜要吃哦，吃年糕，年年高升。吃年糕，年年高升。对对。好，凯莉说一个吉祥话吧。啊，学年糕，步步高升。步步高升，对，步步高升。好的。炸年糕。炸年糕就是这么简单哦。你会了吗？面糊是用鸡蛋，对，水，面粉，还有面粉，对，稍微的沾一下，然后要注意你的年糕不能太厚，对，不要太厚，然后把它小火，对，小火，慢慢的，对，才不会让它外酥。内软，哎，对，好，年糕，这是今天晚上的炸年糕，炸年糕哦，啊、哦，完成，好了，你们会了吗？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